来第二天给他换匹这个四号啊，咱们的四号马，四号野马，看一下能不能驾驭。一样的，你就放松眼睛看前面路，对，一样的操作，你不要有什么负担心理。的前提下你就加速没问题，没把握的前提下就拉停就行了啊，也不知道有什么顾虑，没啥顾虑啊，就正常练就行了，一样的啊，它无非就是马的这个感知跟昨天那个马是不大一样的啊，拉拉我的马上顶一顶一点，哎哎哎，放松，把握就别让他跑啊，就先把这个练扎实，基本功练扎实再说跑的事儿啊，有把握就加速，没把握就慢慢走快步都可以。两脚同时，哎，稍微一夹不就走了？放松，整个状态放松下来，别绷劲儿，身体。往前看，眼睛往前看。看远处，你要去看走，对对对，控制好重心，找这个浪，切好，不走了就给来一脚。